拜托，冲啊，加油啊！快点啊，就快到了，冲啊，冲啊！啊，我怎么又输了啊？嘿，我又想玩了。嘿，快还给我啦！我想玩游戏，有没有听到？是玩具，给小孩打电动用的。熊熊，你已经玩很久了，我们也想要玩。唉，这下我们可能真的玩不到了。沉迷了，紧急救护，他需要的是医生。这里有紧急状况，熊熊需要你们帮忙，他有大大大麻烦了。你们怎么这样啊？他这么痛苦，你们只会想着煮晚餐。只要让熊熊恢复正常，你们就可以回来煮晚餐了。治疗对他无效，那他的朋友应该要来帮助他。我们有紧急状况，我们有紧急状况。熊熊需要你帮忙。
熊熊啊，熊熊！这么大声，好吧，这下子游戏真的要结束
我的大宝宝在哪里？他去哪里了？唉，明天再去找他好了。我的小罗西一定遇到很可怕的麻烦了。你们待在这里玩，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。小宝贝，可是你耳朵好大，你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吗？你的鼻子也好大，快说为什么会那样。因为你从来不乖乖听妈咪的话。快去反省吧，你的行为简直像只笨小猪。家长真难。
伤心了。他好像真的很难过。这个乐器真的不适合他。原来用错吉他了啦。唉，看他这么没精神。哎呦，看他这个样子是不会成功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来把它改造一下。我们来吧。我实在太酷了，小熊，快看快看，你看，小熊，你看，就是要这样。
被你打败了，熊熊。我跟你说，这不是抚养小宝宝的正确方式啦！我告诉您，这是我的小宝宝，我会用我的方式抚养我的小宝宝。这不是喂宝宝的正确做法啦！我已经说过了，这才是我宝宝最喜欢吃的东西。哦，我的小宝宝跑去哪里了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小宝宝他才不会离开好妈妈的身边呢。给宝宝吃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啊哈！看到没？我的宝宝已经开始会读一点书了。OK 啦，你已经看够多书了。我来喂你吃点东西，然后上床睡觉，然后我们再喂宝宝吃东西。怎么了？妈妈这么的努力煮东西给你吃，你却不想吃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哇哦，好啊，我们来当剑客吧。我们现在就来当剑客吧。
看看我们有什么好争的、啊。熊熊在等，我们却在这里吵名字的事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明明自称为剑客，但礼物在哪里？我们的朋友又到哪了？可能早就准备去决斗了。我们快点出发去帮助他。嘿，两位先生，你们有见到一位剑客吗？真的吗？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启发了一位真英雄，但是你居然还说我什么都不会。嘿，先生，乖乖把你的爪子从剑客身上拿开。一定要剑客有个秘密。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